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幻想症。幻想症呢是精神病的一种，临床表现为想钱，想和女神看电影。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。有些患者呢还声称自己能和马桶对话。你以后能不能摆正点？全尿我身上了。和狗对话。干嘛呢？尿对我这轮胎有腐蚀。甚至和冰箱对话。更好啊。还有更病情严重者，有可能把自己当成马桶啊。主要症状为情绪极其不稳定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害怕被靠近。我爱你。滚！如果你要带他去医院，他会告诉你，我不是神经病。这警察结果一点问题没有，正常人一个吗？还给我！我真具备这个特殊能力。哟，那病得不轻啊！一个135，一个243。哎，那礼拜天呢？啊，过道子里。